比赛开始，自己追。看看篮下，何浩天先拿到分数。漂亮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小战术可以啊。现在看看维修够，张志扬一个节奏非常好的后卫队员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 马上再给到董梦超，董梦超对抗两次大打小，第四次再起一次 ，OK， 第二，犯规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哎呦，休息班，双方一开始对抗强度直接拉满，他这球自己摔的，来掌声鼓励一下两名队员，往下走。 张志扬来对陈泽文，王子杰拆出来得分，这下篮板球，陈泽文，这个号称外号“答案”的球员，陈泽文突张志扬靠住，这下张志扬完全单防下，篮板球，倒地墙，最后军哥拿到，不着急找到王子杰冲击董梦超，怼开自己拿进攻篮板，篮下给出来张志扬，这下偏出，董梦超收到篮板球，防得好，防得好。 看看，给入何浩天，这下球没有找到板。哎，拿板！张志扬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，带分球找到王振杰，面对何浩天，4比4，直接拿到两分。陈泽文三分怎样？看看篮板点给何浩天，何浩天出来在左侧晃开，看看空篮的机会，这下球出界，4比4，真的是。 决胜场的比赛，每一秒都很窒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维修够了球权，换！看看肘部给的掩护，王振杰自己进来，漂亮！哎，拿球！王振杰这个决定和他的反应都是最顶级的。哎呦我去！犯规！我没碰到他呀。 张扬接很足，你看他一动你他就倒，假的假摔，没事没事，防一个防一个，还是从志扬这边发起，张志扬示意过来再给到一个掩护，自己一个外线尝试一下，陈泽文拿到篮板球，掩护到左侧，陈泽文漂亮，传球，陈泽文三分落下，7比6。 好球！这次大打小，直接选择外线的回应，没有投中，董梦超再给陈泽文，看看陈泽文内线，让董梦超来打张志扬，犯规犯规，喂犯规，哎呦呦呦呦！ 来吧，掌声鼓励一下董梦超。他们俩在斗气啊！现在7比6，野路子反超一分。哎，看看董梦超在弧顶的侧影，两次的机会，再往里掉，这次找到昊天，篮下对抗，第一次没有，第二次打中。我行我行。何浩天打中篮下两分，对军哥，现在9比6，野路子领先3分。 王能杰对抗张志扬的空位机会，有防上来，但张志扬还是稳稳命中，9比9。张志扬3分这么稳，防守防守防守，1比1，这是陈泽文的优势，但这下军哥手更快，把球断到，看看张志扬能不能再续一个突进来，先犯规。 董梦超，这下及时过来，不然好球！张志扬就冲击篮下，制造机会。好球了，张头！野路子注意，你们团队犯规3次，9比9。张志扬心态玩的好啊！给他，换！这次给到右侧，让王振杰发起，王振杰踩的点是何浩天拿到，现在两边打平，9比9。篮下。 犯规，犯规！篮板先犯规，
黑的球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军哥要犯规，这球黑队球。后贴，贴着他跑，贴着他跑。真的每一秒都窒息，现在还有三分钟时间，比赛时间刚过半。董博超突施冷箭，篮下篮板球，何浩天拿到，再给到篮下陈泽文，这下的位置进攻位置并不好，陈泽文再带开，给到自己突破的路线进来对抗陈泽文，这球没有掉进篮筐。蓝队球，陈泽文球，陈泽文这次有点可惜。没事没事，好球好球好球，还是平局。王正杰这边，张志扬给到了掩护，让他去内线出来制造张志扬的空间。张志扬抬手就中，不要忘了张志扬曾经也是位超三的球员。蓝队犯规，蓝队的犯规，现在两边团队犯规都是三次，直接给后面打。围球够，12-9领先。两分半，再给他打。董梦超，看看怎么选择。这下给切入，还是昊天在篮下大中，何昊天迅速给予回应。11-12，而这边王正杰在右侧有一个一打一的机会。转身犯规，犯规，先犯规，先犯规。哎，暂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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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暂停，姚明指导请求暂停。这蛮牛谁能防啊？队员都飞了，就五万。那个他把球传到一个大哥那边，然后去打那个被掩护的时候，我穿过去，穿过去，你在他们两个中间穿过去。他们现在犯规次数已经到了，对对对，啊，多造一下他们犯规，你就往里突造犯规，四次到了，罚篮了。哎，他现在就一个战术啊，传给五号位，啊，传给五号位。有时候这个后卫蹦被掩护的军哥到篮下，或者拉边，这个人给蛮牛去掩护。崩他一突，逼着你换人，这个一外弹，这个大打小，这个小打大。如果说你这个人掩护去了，你一定要强掩护，让他往后拉，就掩护一步，你从后边嘴挤完了，你就回去找自己人，不要换人。好好好，明确吧，这个暂停时间到。稳稳的拿个两分，稳稳的拿个两分，各位掌声不能落下，继续给他们鼓励。领先一方，围球够，现在的进攻机会，王增杰对上陈泽文，这是一个轻松的机会，拿到两分，可以，不就完了吗 ？Easy ball。刚说完，别这么打呀，兄弟。Easy ball。陈泽文给到董梦超，在底角的回应，这下短了。不要。哎，现在14-11，三分领先，王增杰找到军哥。军哥很耐心，再给王增杰三分命中，17-11。有你有。何浩天四分点，哦，这下偏出，但是陈泽文有篮板。不要犯规，不要犯规。确实，到现在第四场比赛还没有球队没有人拿到过。四分，陈德文迅速的两分的追击，13-17。过来，给你。王正杰，这下赶紧找到了右侧的机会，篮下，篮板，军哥拿到。哎，黑的打出去，蓝队球。黑的球啊！黑球啊！别急。对于围球哥来说，他们也是赛点，因为我们有四分点。走，看看王正杰要怎么打。这个点王能杰出手，别急，给到陈泽文，看看陈泽文还有最后一分钟，示意有一个上来去做一个掩护，陈泽文再给到董梦超，空位三分命中，命中，16-17，一分差距。张志扬，现在进攻时间5-4-3-2-1。张志扬致命三分，我就够距离胜利现在只差一分了。
迅速底角，想拿到 ，yes。关键时刻，陈泽文打进二加一，比赛仍有悬念。And one。哎呀！暂停，暂停。我的。算了。And one。第一件事儿，先把篮板抢下来，好吧？第二件事儿，如果抢下来以后，老张头啊，你在这儿，然后你勋哥拿球，然后曾杰在这儿拿球，把时间，你俩就在这儿站着，拉开，让他进去造犯规去，造犯规，两个进一个就行。哎，厅长啊，他布置可能跟刚才那个一样，打西班牙。假设走西班牙，你这不要延误出来，好，你懂我什么意思吧？说说他。他上来这个挡拆，这个走，他追的什么机会？你这一走，他一不掩护，给五号位这个机会，你不要延误去，他往里突，你外线这两个人，一个换人，一个外弹，这么去换人。好了，来回去吧。暂停时间到，18-20。砸钱人砸回来。别！不行，放军哥那个顶着个头。我在这边。再抢一个，发球来自，没关系，赌一把，陈泽文，赌一把。陈泽文的罚球，别这么跟他说呀，超哥。他在干嘛呀？莫名其妙。陈泽文这个选择，防一个。没事，是想要球权去故意罚不进。这36秒，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但是这个选择会不会成为他们丢掉比赛的一个关键的失误呢？加油，稳住，往里打，造犯规。但是现在要看防守了。还有30秒，两队都还有进攻机会。军哥往里拆，这下。